出来了，我拿个帽子行吗？等一下。什么声音啊？咋这么吵呢？我真的会谢。太潮了吧！领军者，你们俩是什么情况？有些事情就不提，说不清，道不明，拆穿。Baby 姐，你看我们俩，我们俩情侣装。哎，你们俩下来以后尴不尴尬呀？就是有些许震惊。这是我平时穿的睡衣，你呢？这是我穿的睡衣，我只带了这一套。那早上起来看到郑恺挂着个喇叭在底下叫的时候，真的想把他踢倒。现在是开始录了，在录呢。开始录了，怎么还有一个坐在旁边的呢？哎呀妈呀！哎。导演，叶问来了，叶问。你把我们后面的新嘉宾吓得都不敢进。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嘉宾蒋敦豪，欢迎。挺好，挺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陈敦这裤子好像似乎在各大医院。经常能看到病号服。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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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做错了事情，你怎么能吼我呢？知道错吧？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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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两位嘉宾，欢迎蒋敦豪，欢迎赵露思。你这嘉宾一来就让人家素颜，对啊，怎么对得起嘉宾？礼貌吗？这么大早把大家叫起来，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第十季《奔跑吧》的最后一期节目录制哦。因为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同时也希望能让大家早点清醒一下，更好的完成今天的录制。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为大家提供叫醒服务的凯哥，感谢凯哥，太牵强了，共享拍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安慕希黄金大派送。哇哇，听到这个醒了，听到小黄金我的眼睛都亮了。究竟奖品有多丰厚，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
看得出来，目前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很清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两轮导演说的清醒游戏。等一会儿大家就这样站成一排，导演我会，导演我，知道是你，知道是你，就是会随机给出大家很多的指令，但是只有我说导演说什么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你们才能做啊。从你们当中选出几位最迷糊的成员来接受能让你们瞬间清醒的水气球惩罚。水气球啊，一大早，就刚起来就得洗个澡呗。导演说蹲下就蹲下就蹲下，对，就玩我呗，对。你吃早饭，好饿。